为了协助学龄前的孩童学习，佛光山福山寺携手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彰化督导区来办理小菩萨学堂，透过游戏还有艺术的课程，陪伴孩子们快乐学习。让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让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充满了天空中灿烂的星星。福山寺与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彰化督导区联合举办小菩萨学堂，规划丰富课程，帮助学童多元学习，培养良好品德。希望呢，所有这个学龄前的孩子能够呢，从小就可以培养一个很正确的人生的观念。的图画和劳作都是出自这些年幼孩童的手。小菩萨学堂多元丰富的课程，让孩子边玩边学，温馨洋溢。透过这个游戏啦，透过这个跟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其实孩子可以学习得更好，所以从小就要开始扎根。有关于佛教的故事，这是他们最期待的活动。那我觉得借由这样子老师的表演，让他们可以慢慢对佛教有一点点认识。摇摆铃铛，小朋友扭动身体，开心歌舞。透过亲子密切互动，带领学童快乐学习，认识佛教文化，希望未来养成美好人生观念。人间卫视台北彰化综合报道。